大家好，欢迎回来继续学习 Linux 多线程程序设计。这一小节我们讲到了线程控制的第四个知识点，向线程取发送一个信号。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函数，是用 pswap 的 call 函数去发送信号。那么这个函数名字起得很奇怪，然后后面用一个 kill， 乍一看呢是一个去杀死，其实呢它是发送信号。关于信号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学习进程的时候已经介绍到了信号的处理，当时我们用 signal 函数去发送信号的，而且大部分信号呢，默认的操作是终止进程的运行，所以呢，在那里边我们用到了 sync_action 函数去抓捕信号，并且给它设置一个处理函数。那么这个 pswap 的 call 它是向一个指定线程去发送一个信号，第一个参数呢就是线程的 ID， 第二个参数就是你要发送的信号。如果你在线程代码内呢不做任何处理，这个信号按照默认的行为会影响到整个进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给线程发送一个退出信号，但是线程呢没有对这个信号做任何处理，那么整个进程都退出了。所以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，一定要给这个信号做一个合适的处理。当然呢，处理呢是用 sync_action 这个函数的，与进程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它这个信号。这有个特殊的地方，如果这个信号的参数它不是零的话，当然你要清楚它是要干什么，为它设计一个处理函数，否则呢整个进程都会被你消灭掉。如果这个信号是零，那么它是一个保留信号，并没有发送任何信号，它有它的作用。那么关于这个作用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手册。我来慢一下它的手册，慢 pswap 的 call。在这里吧，我们先看到它包含同文件 signal.h， 然后呢需要链接线程库。最后再往下呢，这句话如果这个信号是零，它并没有发送任何信号，但是如果出错了，错误码照样会被设置的，它可以用来去检查这个线程 ID 是不是存在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返回值，成功当然是零了，在线程操作内呢，基本所有的函数成功都是零，失败是个错误码。那么这个错误码第一个ESRCH， 它的意思并没有一个指定的 ID 存在的。第二个参数呢，它是发送的信号失误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先发送一个零信号，看一下这个返回值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给它起个名字，算是 Q1.C 吧。当然，第一步呢是包含同文件 include。apu.h 这个文件大家应该很熟悉的，我每次都是用这个文件，里边包含了所有的同文件，然后线程的启动历程。在这个新线程中，我就打印一句话就行了，证明它存在着。我是新线程。紧接着就返回吧。因为我要写的这个简单的历程呢，非常小，所以我之前没有做任何框架的设计啊，直接写就行了。我想大家学习到这里，对于一个小的程序呢，不需要去过多的了解它的框架，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主函数呢，首先要创造一个新的线程，用 pswap 的 call create， 第一个参数是新线程的 ID， 第二个参数空默认的属性，接下来的参数是启动历程，第四个传参空。同样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下判断，如果创造失败了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已经退出了，在这里边打一个提示语句 ，create new slide failed， 然后直接 return。如果成功了，那我们应该干什么？我们先让新线程去运行吧 ，sleep 一下，让新线程运行。这个时候呢，新线程。因为主线程休眠了一秒嘛，那么新线程肯定会马上运行完毕的。运行完毕，我再向它发出信号 pswap
高 Q。 第一个参数是指定一个线索 ID， 第二个参数是信号，我来发送一个零信号，测试一下它的功能。当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新线程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你再发送信号的话，它是不会存在的。那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错误码。我们看一下手册，再打开一个窗口。它的返回值这个 ESCRH， 那么这个返回值代表线程 ID 不存在的，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下判断，如果 S 等于 ESRCH， 那么就证明新线程不存在。Swipe PID is not。OK， 写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错啊，大体的扫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么这个程序也很明显啊，这句话是会打印出来，因为我在这里休眠了一秒，那么新线程会马上运行完毕。然后它的 ID 呢就不存在了啊，这时候你再发送一个零信号，它当然会返回这个值。我们来执行一下，先编译，然后执行。我刷一下屏，重新执行一下，看到这个新线程执行了，然后最后打印一句话 ，swipe PID not found， 说明它的错误码是这个。那么这个它的返回值这个功能我们就使用到了。如果发送一个零信号是这种返回值的话，它就证明了线程是不存在的。接下来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函数。我先不让它睡眠，把这句话去掉。然后呢，新的线程，我先让它睡眠一秒钟。这个时候呢，新线程肯定是不会先执行的，因为它在睡眠一秒钟，我提前向它发送了一个信号，那么我不能发送零了，这回我要发送一个实际的信号，那个退出信号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没有做任何处理，我没有去用 SYNCACTION 函数去处理这个信号，那么它就会采取一个默认的操作，是终止这个进程的运行。我们来试一下。我在这里用新主线程用了个 return，那么新的线程很可能没有机会执行，所以我在这里面用一个 join 函数吧 ，pswipe join， 等待新线程的运行。第一个参数的 PID， 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保存它的返回值的。同样呢，我需要在上面定一个变量。那么这个样子，当它创造完以后呢，即使新线程先运行了，也是休眠，它又回到了主线程，这样主线程呢就有机会去给它发送一个信号，紧接着呢发送完信号，主线程用 join 函数去等待新线程呢继续运行完毕，那么新线程就会收到这个信号，但是没有做任何处理。我们应该会看到这句话是打印不出来的，因为这个信号一旦发过来，整个进程都结束了，所以它的这句话也打印不出来。那么在后面我再加上一句话 ，printful。如果进程结束了，那么后面这句 printful 当然也是打印不出来的。我是 miswipe。OK， 然后现在这个函数呢，应该就基本写完了。我们来执行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预期的效果。先刷一下屏的。大家看到了，什么也没有打印出来，我再执行一下，照样什么也没有打印出来。那么它的根本原因呢，就是我没有做任何对这个信号的处理。新线程呢虽然接收到了信号，但是采取了默认操作，那么就终止了整个的进程。所以呢，新线程的话没打出来，主线程的话他们也没有打印出来。